鉴于 M2 释出了一段 The Seraphim 的幕后花絮，云臻突袭的成员们想知道他的五六七八会发生什么事，没想到彩原恩彩瞬间傻眼，表情超爆笑。而两位来自日本的女孩反应超级快，都丝毫没有怀疑就接了下去呢。成员们不同反应真的都好可爱，让人开始期待会不会有其他团体也这样玩了呢？